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时间是2029年3月26日。那么今年的我呢，已经51岁了。那么今天会录制这个节目呢，因为刚才中午呢，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马来西亚卫生局 KKM 打来的。那个电话里面讲话的那个卫生局官员呢，语音相当的仓促，相当的紧张。他说 Mr. Hu 啊，你在2021年的3月25号呢，你在那个甲洞的一间餐馆吃东西的时候，当中有一个人呢，他中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安排你居家隔离，你要戴上那个粉红色的手环，你14天你不能够出动，然后你要进行2次核酸检测。那么我就听得莫名其妙，我再确认一下日期，请问是什么时候啊？在2021年3月25号甲洞某某餐馆。这时候我就问回这个卫生官，哎，今天已经是2029年3月26号，你为什么到了8年后你才来通知我呢？哎呀，他说人手不足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卫生部的，那从那个麦斯加特拉当中，我们一天就 接到多少个 check in 吗？你这些，我们单单一个 case 呢，能够在8年里面查到是你的话呢，这个我们的卫生部的效率已经很厉害了，你应该称赞我们，不要笑我们啊。你看有些 case 啊，到现在8年了都还没有查到啊，那有些 case 可能要12年、16年后才会通知你们啊。你现在8年，我们就通知你要居家隔离，戴粉红色手环啊，你我算是很幸运了，知道吗？各位观众朋友啊，刚刚一个小小的环节当中，我们讲起来实在是无奈啊，无奈。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的概念呢？其实来自这个昨天的，就是3月25号啊，各位观众朋友，时间没错啊，今年是2021年，不是2029年啊。刚才是一个这个模拟表演。好，那么本节目的概念来自这个《星洲日报》的社论啊，有一位研究生宋明佳写的这一篇那个文章当中，他有提到那个卫生局的人手严重不足，他这个概念也是来自他的啊，可能。你遇到了这些人的话呢，那卫生局真的要在8年之后他才有办法通知你。所以呢，其实很多很多网友他们都有讲过，明明我身边有人中了，我的亲戚有人中了，我的同事有人中了这不是好事啊，不值得高兴啊。但是从头到尾呢，他从来没有收到来自卫生局的居家隔离电话。其实透过那个研究生的这篇社论呢，我们知道原来呢卫生局早就没有能力去做这个 tracking 了，早就没有能力去透过 MySA 加 TRA 的 check in 呢去找出你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已经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人手了。所以这个 MySA 加 TRA 的存在呢，已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只是拿来给那个执法人员呢去开那个10000块罚单跟50000块罚单罢了，实际上呢已经是毫无用处的一种的存在了。然后各位朋友，在目前这个风声鹤唳的时代呢，你如果你真的接到这个卫生局的电话，你敢听吗？我认为大家很多人不敢了。所以本节目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小心诈骗电话诈骗虽然目前还没有接到说有人冒充卫生部官员来进行这个诈骗，他说：“哎，你在几月几号你去了那间书店？那间书店有人中了，所以你要居家隔离。如果你没有什么的话，请你把钱汇到这个户口暂时还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会担心。现在即使那个卫生局打电话来，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各位，所以各位网友，你们看了这期节目之后，你们要小心，打电话来的未必是真的。”他是真的，他应该要做更多的那个表明他的身份，以免他是一个诈骗集团来钓鱼的。那么然后呢，这个 MySuggestra 的这个 apps 呢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但是这里还是提醒一句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陌生电话，记得不要随便接啊，那个电话会钓鱼的，你一接他就知道你人在那里，他就有办法进行这个钓鱼的活动，钓到你在那里，所以到时候啊，你那个你的存款不见得多少啊，不要怪说我们没有提醒过你哦。然后这个 MySuggestTry 这个 apps 呢，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以下我就示范给你们看。那么其实啊，像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呢，有时候你上网，你会找到很多商家，其实把他们的这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他们的 scanner 贴在网络上面啊，这些公司呢贴在网络上面，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实际上它是可以 scan 的进去的啊，要注意啊，这些通通都可以 scan 进去的。Okay, 所以信不信由你。所以为了验证这一点呢，我也做了一个测试，所以你们会看见呢、啊，在今天的2:21呢，我在吉隆坡的那个啊、那个君悦酒店那个 Grand Hyatt 做了 check in， 但是2:23的时候，我跑到了一间啊，我不知道什么公司了，我随机 scan 的，然后2:24呢，我就回到了这个 Gabon 的 Masjid 啊买尼亚。所以你注意看啊，2:21我在那个 KLCC 旁边的 Grand Hyatt， 2:24呢，那我就到了这个甲洞的这个啊清真寺啊，除非我是那个蜘蛛人 Spider-Man 啊， Spider-Man 可能3分钟不能到哦，要 Iron Man 才可以啊，还是要那个 Superman 啊，那个 Captain Marvel 才有办法在3分钟里面从那个 KLCC 去到那个甲洞。但是呢，这个 MySuggestTry 呢就有这样的缺点，原来是只要它有二维码呢，它都可以 scan 的，所以它 MySuggestTry 是根本没有办法啊准确的知道那个人到底在哪里的。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做的一个示范的，大家最好不要尝试啊，以免导致那个系统出现任何失误，那么我也不能够为此负上什么责任。好，结论，所以这个 MySuggestTry 的存在呢，根本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存在啊、每天还要人们去到处这样子 scan 了，你又从来不做 tracking， 然后只留住那边给人家开10000元的罚单，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呢，你不如把它取消吧，不如不用使用更好啊。你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手，你又不肯招人手，那你就不要再继续用这样的东西。如果要用的话，请你认真的把人手招过来，然后每一个那个 contact 你都要去通知，都要去把它找出来，这样子才能够战胜疫情。我不希望等到半年后我才收到，2029年之后我51岁了我才收到你们的电话，那么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